小孩开飞机，妈妈，妈妈，哎，待会儿那杭州的师兄要过来，你说呢？我们带他们出去吃还是在家吃？今天太热了，要不我们带他们出去吃吧。妈，今晚带你出去吃好吃的。不吃，你去吃你的，俺不吃。一起跟我们一起去今天晚上。不去，嗯，哎，爸爸，你把酒店给订一下。那我现在去订啊。啊，等你去订下酒店。好，行行。那我去了。好，朵朵，爸爸去订饭店喽，大家陪妈妈哈。好了，拜拜。现在哪个鱼好吃啊？要不你来这个鱼呢？这个，花爸爸一个。这个啊？啊，对。行，那这个来一个吧。好。这个蟹是怎么卖的？80一只。80一只啊？对对对。这样吧，6只吧。这个什么？好好吃。师兄他们到了。到了。到了，我到门口迎一下。啊，迎一下，快走。Hello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龙哥，龙哥，哎呀，哈喽，哥，哈喽，哥，你好，来，爸，来就来，带什么东西的？太客气，是，我是姐，我先说，说了，今天怎么最近感觉又瘦了呀？这一瘦了吗？真的。就瘦了一点点也很明显。你有变瘦？辛苦了，路上来的辛苦了。叫龙叔叔，叫哥哥，叫龙叔叔，叫哥哥，叫哥哥，哥哥可不能叫。哎呀，这西瓜太好了。哈喽，阿姨，哎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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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这十年也经常见你，美女真漂亮啊！谢谢阿姨夸奖。哎，阿姨，这个的话呢，是我给你带的七夕礼物，七夕也快到了嘛，怕你。七夕节你来就来，不要带银子了。这个的话，你看非常适合你使用。太漂亮了，这盒子。呦，哎呀，七夕节，哦，那谁不哪里穿那么好的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哈喽，阿姨，这个是给你带的一套。谢谢，玩有啊？对呀对呀，我们都有的。来，哎，乔姐，哎，老爹的话现在在哪呀？我平常看视频就在这儿的，都在这儿啊。然后我这次的话呢，从杭州也特地带了一些特产，想去看老爹，很喜欢他了。嗯，好好，这就带你去。行，好的，就在前面。可以。应该在家看电视了。就带了一些小特产嘛。老铁，老铁。哎，老爹 ，Hello， 爷爷 ，Hello， 老爹，哎，给你带了特产，我们外地的朋友专门过来看看你的。哎呀，真的，我看你视频非常喜欢你，对，看见你有时候真的像自己家爷爷一样。专门给你带了杭州特产的，很多粉丝朋友都像石总一样，看到老爹呢都很亲切，就像看到自己家爷爷一样。是的，是的。而且呢，老爹总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，笑容，对，很治愈，笑容真的很治愈，很感染我们。哎呦，这么好玩呢！哎呦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我长牙了，我也能吃了。哎呦！乔姐，哎，你这两年怀孕生孩子，是不是好久没来杭州了？是的，好久也没有去我们总部了。对哦，最起码一两年没去过了。这次去了，我让董事长给你安排我们的杭州特产西湖醋鱼。谢谢。时间也不早了，龙哥、石总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去吃饭。你们来的路上肯定也辛苦了，太客气了。然后我们那个一边吃饭一边聊吧。好，每次来哥，你对我们真的很热情。你到我们家，一定要把它吃好了。走，来。我们首先欢迎一下那石总，还有朱总来，好，谢谢，董事长辛苦了哈，董事长辛苦了，干杯，干杯，以后就常来临港玩，不管工作和不工作，就当临港有个朋友，可以的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那谢谢感染，八爪鱼，像这种海鲜，我们那边吃的还不是很多的，啊，自己，自己买的吃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来，石总来，好，来，朱总来，姐，到时候去杭州也可以带你去玩一玩的。那个杭州西湖我们逛过好几次了。是的，上次我们去带妈妈看过那个千古情，也挺精彩。哦，那个宋城是吧？宋城也很有意思。就在哎，一请吃饭哈，我是高兴的。好嘞，拿起来。
服务太好了。这个我帮你扒一下。哎呀，谢谢，太客气了。不敢扒。好的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真的太好吃了。我减肥计划又要泡汤了。今天晚上又长肉了。又要长肉了。小宝宝减肥。这两个妈妈哈在赛跑，看谁先下130。